噔噔噔噔，欢迎收看阿爸八卦站。今天我们发现到刘青来到了苏州，那我们还发现到他有一个绯闻女友，让我们看看最新的情况。刘青云，刘青云，你系边个？你系边个？你系边个？我系边个？你系边个？唔得！你系边个？你系边个？你过位啦！你们是谁呀？我系记者。你们是哪一个报纸的？不输乱报，不输乱，这是什么？我们没有，你们唔得啊，唔得。唔到的，要過位啦！我的啊，你請啦，你請啦，你唔得，我嚟簽名，我嚟簽名，我冇問題，冇問題啦。我唔係邊個啊？兄弟，你係邊個啊？我唔知道。我的，我的。我的朋友哎，我录多起来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刘青云，是杀手的，你知道吗？那杀什么的？杀！现在开门拍你，杀手，这样对我。你要再赢了，结婚？没有，我们得，不要拍！不要拍！这是阿叔在苏州卫视做的现场报道。